小伙伴相比，易烊千玺就显得不那么顺利，一直找不到演唱的感觉。他是一个情感很出来，再去做那个，现在有一点就是我能把它做完就不错那种感觉，不够满，所以还要再做的再强一点。到后面很着急，然后就会怀疑自己，唱歌这方面。易烊千玺有着出众的舞技，但唱歌一直是困扰着他的难题。其实对我来说都是偏高的，然后一些技巧啊，也都把握的不是很好。看着他们两个都做到了，然后我一直做不到，所以那会儿特别着急。临近演出，易烊千玺的压力越来越大，但他也有帮助自己减压的办法。看微博上面粉丝对你的声音很有信心，很喜欢你的声音，这样你就会对自己有信心。两年心理压力好很多，就很感谢他们。